我关心到其他一部分消息，这是北横国小的老旧办公室和特教班的专科教室，经过评估，去年获得教育部补助增建的经费4786万。上午由市长涂新泰来主持的工程的开工，动土典礼。上头顶呢，由北横国小国艺社带来相当精彩演出甲开序幕，附设幼儿园小朋友带来热情的舞蹈表演，等现场好舒心，盼望新校舍落成的期待和喜悦。今日市长涂新泰亲自传了舞会贵宾，宣布北横国小老旧校舍的增建工程正式开工。教育不在于大小，教育在于品质跟创意啊，所以这个引导孩子认识环境。啊，亲近食材，我们的这个食农教育等等，也都在这里推销的推展的不错。啊，甚至我们减少空气污染哦，啊的这个稻田哈、哦、的这个怎么样子，尽量不要去焚烧，啊、哦，来做其他的功用。啊、这个北横国小做得很好，那、希望说我们今天这个动土开工典礼。未来一切顺利。北横国小校长吴英静表示，校舍增建工程建筑总楼地板面积1890平方公尺，工期一冬，预计建造特教班的教室、自然教室、美术教室、多功能教室和会议室，阁有走廊、司令台等等，经配合着北横国小稻香北园的特色课程和高艺社设计半亩田的空间。附加着吊高顶来提供给老师适当教育来使用。最新新闻，中国边王小山、江义奇采访报道。